就稍微合理的。跟妹妹吃的那个披萨，它的那个荔枝披萨一样。荔枝披萨。我不是说荔枝，我是说那个荔枝披萨，就是脆脆的那个披萨。它为什么叫荔枝披萨？什么荔枝披萨？它叫卡斯，是不是？哦，卡斯披萨。荔枝披萨，我想荔枝披萨。OK， 卡斯披萨。那它原价一。